请你们看他的影片，真的很赞，可以同时可以学台湾的东西，还可以学日文的东西，超赞，记得要看。你好，我是中山，我从今天5月25号到27号，两夜三天，我去大阪，然后我跟我的以前的朋友见面。那他是我以前的在美国时候，然后他来台湾旅行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拍影片过的那个女生。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你们可以看那个 tag 的地方，这里吗？ tag 的里面的影片我放这里。然后我想知道台湾人对大阪旅行什么样的地方有兴趣，或是你们想吃的东西是什么啊？但是我不太喜欢吃伊朗拉面，所以伊朗拉面之外的东西，我打算去 Big Camera， 然后乌影、无印良品、良品，然后 Uniqlo 这样子的地方。那我想知道台湾人的朋友们，你们想去哪里？然后我想知道，然后我可以看。然后我想，如果可以拍影片的话，我想看拍影片。OK， 这样，拜拜。